日本阿公阿婆在过海南抗战，海南快乐。南投县政府当前起对国家乡镇设立乐龄学习中心，鼓励长辈行出家门参加各种的课程和活动。很当官的曹敦军办了全国发表会，超过500个阿公阿婆全下出席，展现几条学习的成果。南投县副县长陈振兴颁奖表扬由秀才乐龄学习中心，郭姓乡乐龄中心职工讲，上课的长辈大家都真满意，而且也偏个学习好强，轻松又多年。啊，又做运动啦，吼，啊，唱歌啦，啊，又做到个都美劳劳作啊，吼，啊嘛又打鼓，你啊老人家动换体。那在学习过程里面，我们尽量请那个授课老师与在地。那个材料哈，还有他营造他们的特色哈为主体。四十斤六零学习中心主任陈朝就讲，老人家行出来参加活动，更加新心灵，为更加空间，未使感受社会成本、家庭生活更加热闹。要走出户外，走出户外，吸收我们的好山好水好空气，一定就能够健康，就能够降低我们健康，我们整个健保的一个资源。我们的晚辈。也不用太担心我们长者的身体状况，因为有这种健康的身体，绝对可以让整个家庭更为和谐。南投县政府讲，日下跟他村镇外乡盲派努力学习中心沟通了后，用公所每个听筒经验来判，希望日本全应该老人家有空闲、充足的生活，看看生活离空气南投不同。